杨千玺粉丝接机不出声，大佬懵了，这是我的粉丝吗？要说到娱乐圈有哪个明星可以跟粉丝互怼的最好玩，那么就非大幂幂所属了。他颜值高，情商高，智商高，每次都能让粉丝心服口服。而有的明星就以装高冷为乐，比如易烊千玺，他宁愿跟自己的小猫咪玩，也不愿意登上微博来看看粉丝们，真是实力坑粉丝啊。所以粉丝们决定小小的报复一下易烊千玺。看看千纸鹤是怎么逗我们可爱的易烊千玺的吧。我们都知道易烊千玺在开年之际要录制《这就是街舞》这个节目，所以在参与完跨年演唱会以后，就开始不断在接待里的实行下一次的任务。现身机场的他仍是自始自终的帅气，身穿戴的十分时髦，这才是我们喜欢的那个酷帅 boy。但是此次的机场却让易烊千玺懵逼了，平常只要有三小只出现的地方一定会有很大的欢呼声，这一次机场却很平静，就连保安大叔都很纳闷，怎么没人出声。而千玺则是一步三回头，内心在想，我是否是失宠了，为何我的肥鹤们都不睬我了。哈哈哈，让你平时总是不更新微博，让你傲娇，这次粉丝也傲娇一次，看你怎么办。哈哈哈哈，怎么样，爽不爽？